题，我们一起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欢迎到我们的宋明峰教练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教练，您是在就是从事高尔夫球大概多久的时间？20年左右。哦，怪不得。我必须告诉大家，就是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人生推进洞，我的高尔夫球洞。Yes， 谢谢谢谢。谁教的？宋教练。耶、yeah! yeah!。我。刚开始接触高尔夫球是在偶然机会，是在台北。我那个年代暑假要去打工，台北有一个地方叫青年公园。在30年前，我去当球童，有空的时候我就去捡捡球混。那因为去捡球有个好处，就是打球不用钱。然后里面很多教练，我就可以看着别人怎么学怎么弄。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宋教练，就是可以讲一下，就是怎么样会从台湾到中国？这就是也是我为什么有信仰的原因。是因为我的老板他就曾经问过我说，哎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我就告诉他说，我希望我能培养出全华人最好的高尔夫球运动员。我的老板是一个姐妹，他就相信了。对，他就回去祷告说，哎，好，那就派你去。对，所以我就是带着这一笔钱要去做教育，做教育哦，不是打高尔夫球哦。是你觉得很有趣的，就是又很艰辛的吗？大部分是艰辛啊，现在回过头来就是很多东西是很有趣的。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出来在亚洲嘛，所以我们就会去亚洲比赛，所以我就带着他去亚洲比赛。很多以前我的同学或者朋友说，哇，宋教练你好棒啊，每天都在旅行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你光是上飞机闻到那个飞机上的餐食你就要吐了。有时候为了省钱，都是为了省钱的问题。所以刚出道的时候，费用不够，为了省钱就买廉价航空。然后你会住比较便宜的酒店。你知道我们打高尔夫球，很多人以为很轻松，对吗？对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如果打高尔夫球都要几点起床去比赛吗？太紧了。哇，都要3:30就要起床。凌晨吗？对。那宋老师后来就是吴阿顺有个培养成为世界冠军嘛？那就是在整个经历当中，你觉得最让你觉得就是最感动？讲几个东西。第一个就是我刚到福建的时候的第3年，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走不下去了，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再生存下去。那后来就是怎么样持续，就是一直培养，一直努力，一直培养，一直没有放弃，一直去比赛，一站一站，1年、2年、3年就有机会，我们就搬到城里面，因为为了球场的问题，我们就开始打职业比赛。很多地方有巡回赛，我们就打亚洲巡回赛，也打得不错，有打中国巡回赛，也是有职业比赛的。他是创造了很多历史，比如说他在日本拿过最多的比赛，对，他是第一个中国人在本土拿过中国公开赛、欧巡赛大满贯，然后他要去欧洲打比赛，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到他到世界各地去打比赛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荣幸，而且也神很爱我。透过这个年轻人，什么都不是，从农村出来，对吗？竟然把我带到世界的殿堂。很愿意啊，我在前2年我退休下来了，因为这些孩子长大了。如果有机会回到台湾的话，我也很希望把我这个经验传授给很多偏乡的。只要这些孩子愿意真的努力，加上一些比赛经验，去美国读大学是很容易的，而且要拿到奖学金，至少我看起来用职业的眼光来看，它并不是非常难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能不能被找出来，那我们会有更多人投入这种心力在帮助我们台湾的弱势团体，或是原住民，或是说偏乡的一些孩子。你觉得我适合吗？我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吗？我今天看了你打比赛，如果你再年轻一点介入的话，你应该是快掉。就像我跟荧幕中前的说，就像我当年一样，我就是因为接触太晚，所以运动它还是有可造性，需要从小朋友开始。所以如果是在10岁上下的话，是一个很好的年龄。那我不努力多一点，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吗？你要是我说实话吗？
没关系，好，我等一下告诉你。好，那我们节目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又是我啦。那今天我们问了宋教练这么多的问题，是时候问你们问题啦。有人知道我们会问什么问题吗？一定是跟高尔夫球有关。有人知道高尔夫球为什么这么多的凹洞？为什么它不像桌球，不像撞球，是表面光滑的呢？如果有人知道答案，欢迎在我们下方留言，我们将会送出10张裙摆摇摇 LPGA 台湾锦标赛的票券哦。那我们这一次2019裙摆摇摇 LPGA 台湾锦标赛将会在林口美丽华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举办，大家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踊跃的留言，把我们这10张票券拿走。那如果这一次想要参加的话，我们的时间是在10月31号到10月3号，欢迎大家马上把我们这10张票券拿走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一次的锦标赛啦。We'll be right back.